妹妹姐你好，我觉得你是我看过最热忱，就是最有冲劲的那个中介精英。每次看到你那么有活力，就鼓舞我要认真，比你更认真。看到你每天早上到晚上都精神奕奕的把工作完成，是我未来一直学习的目标。我们一起加油吧。大运，祝你好运年年，好彩头，加油！老公永远陪伴你，爱你哟。姑姑你好棒，好辛苦哦，救命！姑姑。你好棒哦，你辛苦了，我永远爱你。妈妈现在已经来我们公司已经一段时间了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妈妈讲吗？讲哦，我是觉得看到她成交很多，我压力也很大。就大家互相成长。对啊，啊，要跟妈妈互相鼓励，你可以找妈妈配件，妈妈可以找你配件啊。啊，反正你们母子俩都是中介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那你现在跟妈妈一起做了那么久，你有想要在未来的一年给她什么话吗？未来一年哦，当然就是看有机会的话就一起上台领奖嘛，看到我们两个都把业绩做出来，赚多一点，出去玩比较爽一点。好好，那这样很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加油，来加油！钟农，恭喜你得奖，祝你业绩长虹，加油！秋梅姐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你是我看过最热情的人，最努力的人，谢谢你让我赚很多。道路是弯弯曲曲、起起伏伏的，要站稳脚步，认清方向，勇于逐梦，祝福，加油，爱你的妈妈。Hello， 怡君，祝你业绩长虹，身体健康，天天美丽，爱你哦。蔡美玲，爱加油。爱加油！啊，甲迄个同事，大家爱人人好，啊，人老公在较听话哩，我就讲你啊。